木白机手机最嗨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木白。今天我再次邀请小柠檬跟我一起玩，那就是这位啦。这位仁兄，哎，他们又跑了。我们继续来玩 Bed Wars 起床战经典的模式，双倍，就是双人。我是粉队，哎，旧地图，老地图了，啊，不是旧地图，是老地图。这张地图的话，至少有个屋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有个，那什么日本人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皮肤啊？好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今天用的皮肤是矿工，我们不是用女子。下一集如果有拍 Bed Wars 的话，我们就拍我们就用雨杰那么快就有人来了，拜，那么快就想过来，你这想得美嘞！黄队又来了，发，快，透光速。搞定一个，哇，就差一点，小联盟快点去打呀，小联盟快打，哎，这是我的路，一颗钻石，爽啊，爽。现在我们杀了一个人，对，一个人，哎，不对，我们也杀了两个，有个笨蛋，黄队笨蛋了，自己掉下去。哎，不对，有个漏洞，我来补。柠檬怎么也掉下去了？你们两个真的是 ，Q 妹妹，你过来呀！我怕你呀、啊，我还怕你？那两个黄队呀、啊，真的是你过来呀、啊！你有本事你过来！拜拜。哎，又拿到一个人头，我们要小心一下浅蓝队，因为他在我们的右边钻石区是那边。小柠檬不知道去哪啊，他复活回来了，他应该刚才也死掉了。那个黄队就是骚扰啊，骚扰别人是不是？我从这里走。怎么又掉下去了，白痴哦！哎，我不是吧？我也掉下去了，白痴！幸好也有二十个，不然的话就GG了。过来呀！他挖不了，有本事你挖呀！呦，要战斗是不是？还想练方块吧你？没想得美啊！你还有队友在上面呢，看你怎么跑！哎，浅蓝队偷射了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来了！别挡着我！哎！你妹了！哎，浅蓝队了，白痴了啊！不对，是绿队啊！还是输了，屁了，杀了你！我这武器杀不了你，你那个绿队还过来，那绿队还又过来搞事情，那个绿队真是没规则哎！哎，我们不是你家，我们家不是你家，绿队，你跟我回去，他怎么把自己包在里面了？哎。Surprise！ 屁啦，白痴哦！八七绿队，完了，屁啦，干！累的，加油！哦，杀到一个，哎，偷袭！这个绿队真是不讲武德。还过来搞事情，插手啊！可怕！第二轮，
太懒了，真的是太懒了。小柠檬刚才给我从第四发出去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他说太难了，我感觉确实太难了，那么快就变打死，开局不到十分钟就变妹队了，真的白痴。这个是八区，隔壁队是哪个队啊？蓝队是不是？蓝队，我、哦、看错了，以为他们一个人而已。哎，那么快来人了，那边好热闹哦，那边好热闹。哎，小柠檬赞了，小柠檬赞，赞了赞了，挖得好啊，挖得好。我这边都是那个蓝队过来搞事情。刚才第一轮的时候，我应该买了生成器先的，可恶啊，真的可恶。给你钻石，你在路上捡吧。买个皮革装。什么 Dreamy One 什么意思？我改了规则。我刚问他，挖掉一张床才能跑。哦，哎，绿队来了，绿队来了。我去。哇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用的是什么皮肤啊？他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应该是用最新那个皮肤 ，BWS 官方最新出的那个皮肤，要999，非常的贵，我也买不起，赶快凑点钱买个铁装。哎，这是蓝队就很形象啊，不过来，应该是。懂规则啊，不过我看他的动向好像是要过来了，哎，真的过来了，白痴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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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是过去挖了，过去挖了，哎，过去挖了，哦，他挖了一张床，所以他可以跑了。买个皮革，买个什么羊毛？对，羊毛。哎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来了，老弟，双双去世，蓝队灭队。哎呀，我这是一点贡献没有啊，全部功劳都被小柠檬给抢完了。哎，又搬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浅蓝队来了，浅蓝队来了，你过来呀、啊，拜拜。哎，后面还有哦，搞偷袭，哦，搞死你！太遮眼了吧，这是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屁呀！哎，完蛋完蛋！哎，感谢老天爷，感谢老天爷，感谢老天爷，把我挤下去了。好，赶紧摆一下下下下下，哦，拜拜，还想过来打，没有可能的啦。下午没有小柠檬，但小柠檬呢，为什么变那么小只了？他一开嗑了热水，啊呸，是嗑药水，嗑那些变小药水，变大是很难打的。不过他好像就是那么小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感觉就是这样角度看，给你两颗钻石啦。又来了！哎，白痴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！来了啦，来了来了！毙啦，白痴哦！加油加油！Yes 啊，怎么那么快啦？差点两个的妹啊！给点铁！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！人家没铁，赶快补点铁。不然进来打我，他我就死掉超了，快点快点，快点行不行啊？快点快点快点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又有本事你下来呀，你有本事下来！哎呦呦呦！哎呦呦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这场相当于没有贡献，我咋感觉有点死了？
哎，够了，卡 bug 了。哎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哎，不对，他逃走了，不是没了，妹的，妹的。对面那个是谁？对面那个是谁？哎呦，浅蓝队！哎，射我啊，笨蛋！射我啊，笨蛋！射我啊，笨蛋！射不到，嘿嘿。哎，那么快，那么快啊！还挖了，还挖你，还挖！我这场没杀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给点人头行不行啊？哎，三级嘞，全部杀都被你抢完了，我现在没有贡献了，北七哦，全部功劳被你抢完，我现在真的没有贡献了，还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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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是，来个特斯拉，特斯拉，还想挖是不是？还有这里，这里摆好。他现在才放，他现在才说放特斯拉，我早就摆了已经。哎，可恶，差一点。哎，北七哦，很烦。哎呦，不行，我的 fuck， 拜，妹呀，烦哦，快点封住门口。啊！在家里，在这里，你就被电吧你就被电吧。门口四个特斯拉来了来了，不想来了呢，你来的话就被特斯拉咯，就被电咯，你来吧。不行，我感觉他会炸，还感觉他会炸，还我感觉他会炸，还然后在外面摆特斯拉，你来呗，你来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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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是不是很爽啊？冲！哎，他怎么挖的？他怎么挖的？他怎么挖的？你看，哎，他怎么挖的？他怎么挖的？哎呦，有本事你别过来啊你！有本事你别过来！有本事你就别过来！干嘛啦，北七？干嘛，北七？又炸，炸来干啥？过来这里！啊哈哈！挖不到，是不是？我电掉两个了，我用我的特斯拉电掉两个，我真的好棒棒。我们就留在家死呢，我们有几百个铁，我们先买定那个特斯拉，等他们破坏我们家里放上去。补上，我们预备好了十个特斯拉，一旦他们破坏我们再放，看他们怎么地。哦，躺赢了，耶！再来，不够爽啊！我们在家里能躺赢哎，我们在家里能躺赢哎，兄弟们，91胜，没想到吧？我已经91胜了，已经。为什么呢？我之前
我没拍片的时候，我就会和我的朋友，然后玩几场。哎，这个地图有点，这个地图对我来说不友好。他拍完影片了，他拍片完了，我可以认真玩了。没，还没结束才对，还，好，他应该知道，我就不理了。我们先买装备。他在怕什么？刚才那个对，他说 blush。我怎么整天打错了，白痴哦！我还是用这个好了。你那么快哦，那么快死翘翘，恭喜你发财 ！RIP 蓝队，蓝队只有一个，哎，不对，他有两个人。我们刚才应该回去换一下皮肤的。我摆烂了。则摆烂了 ，RIP 蓝队，我们先去蓝队那边拿一下铁，橙队那边那个床保得很严实哦，暴气了，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暴气？先拿一铁，来个铁剑，回去凑点钱，啥意思啊？快点拿钻石，我该咋上去呀、啊？我该怎么上去？哦呦，差点没跳，差点没上上去，差点又要 GG 了。幸好我技术高超。咦，那么爽快了。我们下一次呢，我们就用那个鱼子，比较方便一点点。我们应不应该要打成最好呢？哎，柠檬去哪了？柠檬人呢？也是去打成队去了，成队 ，surprise， 一个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别跑！哦，拜拜！哦，有人来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先。我们这里下雨了，所以可能会有点吵，大家见谅吧。回去！发展的很顺利。哦，我刚刚走，然后陈队就来了。浅蓝队想过来呀、啊，不有可能啦、啊！先买个特斯拉。柠檬呢？柠檬去哪儿了？柠檬呢？柠檬去哪儿？我好像看到他去打红啊呸红队。嗯，对，他回去了。看来他打败了。他被打败了，看你有困难是不是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拜拜 ，nice。哎，慢着慢着。哎呦，我差点上去，差点又掉下去了。全部给你啊！可以买个三级了已经，现在可以买个三级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不是，服了你了。整天就买那钻石生成器有啥用啊？其实还挺有路用的。是不是有人想过来了？他说尽量把钻石摆在木箱子里面。哦，好，听你的，你是大神。熔炉三级了。慢着慢。好，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安心的赚钱了，
红队又在搞联盟，是不是？搞联盟的后果就是被他杀呗，除非他武器比较弱。新联，如果我们是红队，那这个画面可能会更精彩。新联红，其实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又出去了，1000块铁了，那么快哦！我们先回家休养一下。哦，原来是偷袭别人才说不讲武德，其实偷袭真的是不讲武德。我们先回家休养一下，我们暂时不要出去先。他也是这么想的，那么巧，我们慢慢龙同我想法是一样的。酒喝绿宝石，我基本都是他抢的钻石，我基本都没出到，真的是。他怎么啊？他又补方块，真的是你说慢慢龙了又出去，真的是你说慢慢龙然后又出去想怎样？看一下情况，有人靠近 ，OK， 收到，看一下情况，暂时没人，粉队和红队只剩粉队和红队哦，那么快？不对哦，两个装都没买，白痴哦。啊，不对，我买了，讲错。扔他！我们要40几颗钻石，好贵哦！为什么那么贵？告诉他木箱有15颗钻石，诶，差不多20个玉宝石，玉宝石。剑，我有绿宝石剑了咯，我来了，红队，为联盟报仇，哈哈哈，我来了，红队，来了，红队，哎呦，特斯拉。想跑没可能，没有可能。哦，粉队，那我们再看戏就好了，回家喽。哎，我们的床。我刚才应该去买。哎，他重置回去。等一下，我们去买个珍珠。Yes， 全部都满级了。哦。我们现在无敌了，无敌了！红队，拜拜！他们有技巧，红队呀、啊，红队的最后一个人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在家？是不是在家呢？哦，赢了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还有记得加入我们 DC 群组。还有加我们的 Woblox 好，然后去追踪我们的 Woblox 答案哦。那木玩之手，至于这些害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